梦见爸妈吵架是什么意思？准备考试的人梦见爸妈吵架，意味着你在考试中会出现意外，导致成绩欠佳。谈婚论嫁的人梦见爸妈吵架，说明由于你的心情不定，加上言语的重伤，婚姻不成。创业的人梦见爸妈吵架，可能暗示你最好守旧不变动，可以尝试薄利多销的方式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爸妈吵架，预示你会生一个女宝宝，若是春天生产，则会生一个男宝宝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爸妈吵架，建议如期外出，但是要延后时间再回来。